もうよい、帰るぞ。この天下無双の俺を誰が止められる。100万の大軍が相手であろうと、この長領の敵ではない。すれば生きて恥ずかしめを受けず、栄誉をもって死すべし。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鸡腿，今天一样来讨论《三国志幻想大陆》的游戏资讯。那这部影片主要是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12月21号已经推出的范武介绍与抽取建议。对于这次要介绍的，分别是花满与英姬，这两位都是远征系列的限定武将。虽然说现在可以获取的管道非常多，但整体的造价依然不算便宜，而且使用场合十分有限。那他们的幻武登场之后，是不是有提升上场空间？接下来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吧。好，首先第一位是花满，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幻武效果。略有小成，会提升花满 50% 的异常状态命中率，让撕裂跟重伤可以更稳定的成功。重点秘技暴袭不会受到反弹伤害，而且命中敌方武将时，会让原本施加的撕裂状态从一层提升为两层。那这些效果对于花满来说，绝对有着非常大的提升，而且原本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去碰撞环境。主要是因为暴袭这个效果，在拥有幻武之后，并不会受到反弹伤害，所以花满就有可能在面对反伤盾队的时候，成为一名优秀的挂件。甚至是让花马组合拥有出场空间。不过现在问题就是，虽然说还是有机会碰撞，但重点反伤盾队的造价不菲，对使用的玩家并没有很多，因此能让花马发挥的对局也就比较少。但这些效果却可以让花马在另外一个场合中变得十分优秀，那就是三合一击。毕竟能有效的面对反弹伤害，再加上撕裂的百分比攻击，对推图来说绝对是有感提升。却炉火纯青则是让秘技暴袭的伤害量提升，而且幅度相当不错。因为原本暴袭就可以造成 120% 的基础伤害，现在还追加目标受到的怒攻总伤害 20% 的攻击，并且对手只要每放一次普攻，就会让受到的伤害提升 40%。所以目前观看炉火纯青的效果，我觉得姜维这种多段普攻型的角色，遇到花满应该会影响发挥，但毕竟还没有实际测试过，所以我也不敢肯定，目前只能算是口头预测而已。最后神乎其技的效果是提升五星被动秘技暴徒的伤害与保护效果，当回合结束时，花豹会帮花满抵挡 5% 的最大生命值的伤害，而在此之前每发动一次秘技暴袭，抵挡的数值就会提升 10% 最大生命值，最多可以增加到高达 85%，几乎相当于是两条命的程度。而且被暴徒的终结技命中的对手，在两个回合内会降低 50% 普攻最终伤害，同时受到怒攻的最终伤害会提升 30%。 那这个能力就是让花满有本钱在前排担当坦克角色，因为就算被打倒也会重创对手全体。那我自己个人认为，花满在有了幻武之后，无论是 PvE 还是 PvP 都有着还不错的提升，尤其是 PVE 推图方面变得十分优秀。至于 PVP 就是要看环境上场，那到底该不该抽，我建议如果你们是原本就已经玩过花马女团，而且也喜欢这个组合的玩家们，重点环境又非常多反伤队伍，那确实是可以考虑抽出来尝试看看，也许会有不错的体验。至于花马还没满的就不用特地去补，毕竟就如我前面说的，虽然现在远征角色比较好入手，但就算我有氪金也还没有办法把所有角色都练好，而且未来还有很多强势角色，所以就没有必要。对于有能力争夺三合排行榜的大科长们，我个人觉得花满在搭配幻武后的推图能力提升很多，而且也能应对不少关卡，所以想争夺好名次的话，非常建议入手看看。接着换英姬，我们一样先来看一下幻武的效果。略有小成在首次召唤红魔的时候，会直接嘲讽我方攻击力最高武将，并且降低红魔 30% 的抗爆率，让红魔可以更容易被打倒。那这个能力算大幅提升收割节奏，因为红魔只要被打倒或者次数达到，就会引发一次大爆炸，
让对手受到重创。但红魔的问题点始终在于要先打倒一名对手才会诞生，所以目前来说要看后续的能力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加快节奏。接着，如果纯金在首次召唤蓝魔的时候，会直接嘲讽敌方攻击力最高的武将，让蓝魔可以更容易被打倒，并且蓝魔被击倒的时候，恢复的血量变成全体最大生命值 30%， 这对于整个队伍的续战力来说也许有提升，但因为灭队非常脆皮，一旦被打倒一名单位，很有可能就直接翻车，所以目前来看并无感觉。最后，神乎其技会在第二个回合开始的时候，如果对手场上不存在红魔，而且人数少于6个，就会在最靠前的位置召唤一只红魔，并且触发嘲讽效果。然后如果我方的场上不存在蓝魔，而且人数少于6个，就会在最靠前的位置召唤一只蓝魔，并且触发嘲讽效果。然后回血效果只有在蓝魔身上而已。那看完鹰击断舞的能力之后，认为问题点依然摆在那边，因为设定上就是要减员才有办法召唤红蓝魔，但鹰击在队伍里在召唤成功之前并没有办法给予大量输出伤害。不过由于目前灭队角色的怒攻节奏有明显提升，而且可以优先打红魔之点算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我觉得也许现在的灭队有机会靠魂将体系的魂香雷云打出一波风采。最后做个总结，花蛮的幻舞我认为有抽花蛮的玩家们可以抽来体验看看，对于推图来说绝对有感，但打架就要依照环境来看。至于鹰击的话，我是认为灭队的玩家们可以考虑抽，但重点就是队伍的阵容要够完整，否则伤害不够的情况下，鹰击还是没有办法发挥效果。当然以上这些也只是我个人见解，不代表一定就是对的，各位可以多参考其他的意见再做决定。那如果我讲错的部分也欢迎大家纠正指教。最后希望这次影片有帮助到你们，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并且开小铃铛。我是鸡腿，下次见，拜咯。ちょっと話があるの。こんな話二度と言わないんだからね。楽しい戦が終わって私たちが生き残っていたら素晴らしい明日のために。セージ、ごめん。こいつらの狙いは俺だ。君は逃げた。主さんとかどうか、あなたのために強くなったのに。私は超精神。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ね。